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间板桥四层楼的公寓。这间位于板桥五凤路二楼的公寓，目前是原屋况。这间位于板桥五凤路四层楼的公寓，我们这间是位于二楼。这间的格局目前是三房两厅一卫两阳台，全幢是19.多，将近快20平，目前报价是1058万。这间是一手屋，如果各位朋友你们有兴趣想要投资想要自住，这间的价位真的是很便宜。如果你们看到这部影片有兴趣，欢迎你们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。这个是原始屋况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络。目前所有管线
都需要换新。如果您是投资客，也随时欢迎你们打电话跟我联络。我们这间的屋龄将近46年，格局非常的方正。这里是我们的后阳台，非常的大，晒衣空间也非常的大。全部都是原始屋况。如果你们对这间房子有兴趣，随时欢迎你们打电话跟我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这间是位于板桥区吴凤路公寓2楼，目前报价是1058万。如果各位朋友，你们有需要买屋、卖屋、租屋，也随时请你们跟我电话联络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。这边是我们的厨房，
我们这间的客厅非常的大，如果大家你们有兴趣，随时欢迎打电话跟我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-702-518，欢迎你们随时来电。如果你们也有需要卖房子的服务跟买房子的服务，也随时请你们打电话跟我联络，或是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随时跟你们回复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我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板桥4层楼的公寓。这间的楼层是第2楼，也就是2楼。如果说你们对这间原屋况的房子有兴趣，也随时欢迎你们打电话跟我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-702-518，目前这间的报价是1058万，全幢坪数将近20坪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看到这部影片，请你们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络，或是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马上跟你们回复。谢谢你们大家。我今天跟你们介绍了这间公寓2楼，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你们随时跟我电话联络，或是在影片下方留言。谢谢你们大家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-702-518，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。